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单元尤妮妮小画坊。大家不要觉得是影片出了问题，为什么讲话这么慢？我只是在你而已，请你跟大家道歉，为什么迟到了三个小时？我没有啊，说我们是林朝泽的错。他叫小旋风，他没有在迟到的。他真的他没有在迟到，可是他因为他传话的问那个中间出了一点差错。为什么现在讲话变快了？因为我很紧张。你给我玩这个。那这次要做的主题不是别的，我们要互化对方。互化对方，跟我重复一遍。互化对方，非常好。现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。首先先拿黄色。那我也想用一个黄色，因为它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白马王子的存在，所以要帮他画一个皇冠。可见他这次迟到有多么忏悔。是是是，好。哟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这个笔有问题。我没有办法一心而用。朋友，现场朋友们，大家会那个嘞。阿妈，你今嘛在倒位？阮的兄弟，你敢有听到？天顶的月亮啊，你敢有在听？啊，爱情，给我一个歌词。你我亲像天顶的仙女。有没有男歌手？当我在你心儿在下，是这首歌吗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再一次，不好意思，笑场。五六七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当我发当你的眼睛，你的笑，当你的可乐，当你唱，我可以跟在你身旁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多少小姐，我这我听说是你主打歌。不好意思，看一下，是你第一波主打吗？因为有想听在唱吧唱这首歌。真的吗？我跟你有幸听一下原唱吗？可以吗？无所谓不重要，我想你睡不好，暧昧像麻药，告白不是气条，只想让你知道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唱？我要听副歌。哦哦哦，什么？忘了副歌怎么唱了？哎，怎么唱来着？哦哦哦哦哦，我喜欢。哦哦哦哦哦，别压抑，哎呀，我闹 Q 嘞。人生世事，我已经看透透。对着你的心，对着你的梦，对着你的情，对着你的无讲理。啊，烦，落这时间，情我愈沉沉，想我就来呀，会去啊。我遐尼大声对我讲话，没有时间啦。好想换歌。你这个很敷衍哎。然后，对火锅之卷卷的天天使的卷卷的声音这样。为什么卷卷啊？因为他就是头发很卷，然后他做事态度都很卷。就是圆圆的，圆润。这个我好像在魔戒里面看过类似的生物，是那种，对啊。我本想画马，结果我不小心把它画太胖。所以它本人在北方就是羽绒服的部分，对，羽绒服。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画这个披肩画红色吗？就是因为林彦俊很喜欢红色外套，不要看他那种冷酷的那种外表下，其实他是。有一个彩虹的那个，他其实对我们公司的人大家都很照顾，就不要被他外表所骗。
叫八哥吗？叫八 ，infinity 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有个很好的兆头，然后就喜欢用这个八，然后。那你就直接用无限就好了，可以摆出来，就是这个。没有哎，其实我个人蛮喜欢偶像新番的，就有时候你爱上一个东西，你不知不觉就会啊，我就爱他。如果让你们，这一朵还不应该留在这边的吗？啊啊！我喜欢，说出来。他怕，我跟你说，怕。他妈妈走，流汗，流汗。我觉得这期都是，这都没有，就是这个回答当然不 OK， 一定要列出三个人，一定要三个名单。对对对。哦，怎么说？镜头导了过去，来不好意思，来我们这，你看他在逃，还逃。好了，放过你。对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扣分板其实有几条，就是我不是说每一条都去触放，但我就会一直去触碰，就是它里面有一条叫做不能点外卖，然后肚子饿的话我又跳不动，就也不好，效率也不高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去吃东西，然后躲躲藏藏的，一定就是摊开就吃，就是给看到就给看到，所以我不会像有些人就躲在这边这样吃，我不会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对，就做人要光明正大。对啊，没错。就 diss 别人要光明正大 diss。对，没有，我没有 diss 你。我不是说你 diss 我啊。OK。对。如果用你的酒锅换样东西，换。那可能就是换父母长寿吧。哦。对，我想换你的酒锅。是，也不能说什么，因为我的确我也知道自己长大了，所以也不敢说太多。为什么人格上面好，平时会自己作词作曲？其实平时小哼几句会，可是作词作曲还，如果要说一个完整作品的话，目前还没有。我最近有听到一首歌，有让我吓到，因为其实之前我不知道林彦俊会作词作曲，然后最近因为我们平时排练的时间比较多嘛，然后我们就会听到，他就有给我听到他自己之前的一些作品，我就反而觉得是很适合现在的心情。哎呦，就因为现在是冬天嘛。等待这个冬天吗？那是什么歌名？啊，等待整个冬天。对啊，没错。就 diss 别人要光明正大 diss。对，没有，我没有 diss 你，我没有 diss。不是说你 diss 我啊。OK。对。如果用你的酒锅换样东西，换。那可能就是换父母长寿吧。哦。对，我想换你的酒锅。是，也不能说什么，因为我的确我也知道自己长大了，所以也不敢说太多。为什么人格上面好，平时会自己作词作曲？其实平时小哼几句会，可是作词作曲还，如果要说一个完整作品的话，目前还没有。我最近有听到一首歌，有让我吓到，因为其实之前我不知道林彦俊会作词作曲，然后最近因为我们平时排练的时间比较多嘛，然后我们就会听到，他就有给我听到他自己之前的一些作品，我就反而觉得是很适合现在的心情。哎呦，就因为现在是冬天嘛。等待这个冬天吗？那是什么歌名？等待整个冬天。整个冬天。对，你唱吧。我唱。我帮你小哼几句。整个冬天，你没出现，现在依然下着雪，等待真的是想念，有你在我身边，被拉走了，不好意思。主播经常